请问能进去参观？要有 VIP？ 要有 Pasta 门票才行，对啊。门票哈。对。门票今天是开业，还不是正式对外售票，对啊。哦，所以是对对，是马来西亚的关联才有的。不是，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跟一些朋友、国内的朋友，对啊，关于上。好的。以后还有。除了嘉宾之外呢，刚刚我们提到的我们柔佛州的苏丹伊布拉辛陛下，还有我们的柔佛州的苏丹后，也会来到庆功现场为我们进行开幕之外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哈，包括大家如果看得到我们的话，在我们的后方呢，正在准备着的呢，我们清水平台这边将进行的是待会六点钟会有第一场的全乐四重奏的演出，所以如果你已经抵达的话呢，不妨可以跟着我们的声音的方向来到这边哦。待会六点钟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晚上第一场的全乐四重奏。那刚才呢，我的 partner Rocky 就有提到哦，在我们今天晚上开幕的歌剧院里面，在进行了开幕仪式之后呢，我们将会有非常多国际级非常高标准的高水准的一些演出将会进行的，包括了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呢，是牙姑尤斯尼的张德会进行演出。那我相信，如果是马来西亚的朋友的话，看到海报，你想必会很期待的呢，是我们其中一位重头戏的表演者，就是李克勤林总统，今天非常特别的邀请，马来西亚先生为我们一同进入今天晚上。